第一手的资讯，上有意思的风尚。语言是一种艺术，买单公家有意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赖金贤。欢迎收听《报道有意思》。嗨，恁今晚收听《报道有意思》，我金贤。今天来现场访问是曾信哲阿爹吼。咱顶一集有讲到伊入狱吼，而且呢，不是轻罪，一开始就是死刑，而且死刑十四年外吼。我看到要讲，哎，你敢有看心理医生吼？那今摆呢已经出来啊，哈，出来三年外，一位单一身份就是死刑犯哈，变作伊是一个正常农夫，其实有生理啦，因为伊过来卖伊家己的米啦哈，伊嘛是有味道，伊是 MV 的艺人。一个有读书，啊，个有新的身份，来，即马阿祖，总破西啦，唔是读书啦，你人讲读册，你还讲总破西啦，那是无出西，总破西啦，就不是读书，是总破西。厨师啊，一个读书，人听有呢。好，我系第一老师嘛，要卡电话入来，唔免卡，我已经知影。好。为种田吼，即、這个你讲厝诶人顺产水，啊，你爱做较重诶嘛吼？嗯，较粗重诶，较粗重诶，吼。你一开始敢毋免嘛暖身一下？哈，敢毋免安尼？做关系也毋免暖身啦。哦，拢毋免咯。毋免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头先讲你诶米是迄个用日头晒诶嘛？对。咱一般即卖呐，食诶米拢是用机器干燥，干燥诶吼，可以当晾衫吼。唔是较困苦，较辛苦哦。日晒爱人工啊，爱就话变啊，人工就话变啊。你拄着晒包括你，你就爱加跑来过来工。嗯嗯，系啊。所以讲你是日晒米。对啊。我之前买一盖去去后边，有买过一路去头拍昆明饼，嘿嘿。嗯。我以前嘛唔知啊，不过问到小朋友一个家公，嘿无讲，真正一杯两嘴公，这无讲。所以日晒米，你根本卖较贵，哈，卖较贵，根本计小较好，计小较好，应该是有啦，安尼，应该是有较好。好，啊，所以咱讲，迄、那个，阿爹讲，安尼就是咱卖物件吼，为先甲信任啦，咱个试食朋友咱先甲讲嘛吼，啊，你生理有好无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可以、其实要一开始安尼，我要安身立命安尼，已经就无简单吼。家己就现吹着现当安尼做，啊，是安那个人个味道？哎，味道的，因为这嘛是一种缘分啦。嗯哼，啊，搁讲这当然，那毛是为了天分啦。天分啦！我啊，臭屁啦，臭屁！我是讲，啊，着味道会当予咱静心。嗯。哎、啊，你伫咧创作过程内底，哦，你的心哇，都会专注伫迄个面顶嘛，啊，你所以你就别去黑白想啊。嗯嗯。哎呀、啊哦，我是感觉这是一种袂歹的活动、所以我会延续落去。你为多是为虾米款的多？国画山水。哦，国画山水。对。嗯。我会真正爱手就。就点就安啦，就点的安尼啦哈，手都点啊，要哎就稳的，手哦，爱栽的对，爱栽啦，不是做点的，做点的都无线条都无袂水呀，哎啦哎啦，哎就栽啦哈，心就点的安尼啦，对，所以这是一种人心啦，好，对，所以你为我顾啊，哈，为我阿德，爹看书时候就开始多接个老师，阿弟。伫放出来了，甲这老师联络了，啊，老师伫外口有教，所以我就可以参加老师的课。安尼，一礼拜一届，一礼拜一届，对，好。所以你是大苗栗，好，是，因为咱就是伫苗栗，苗栗万里，嘿，万里，啊，结果唯独是等下在另外台中，去台中，去台中，对，好。哦，而且嘛，爱有车的时间呐。对，哦，这样还好。哦，安尼，啊，个做 MV 是向谁哩拍 MV？ 啊，不，啊，就到一个姓苏，叫苏炳恩，嗯，律师，伊就讲，伊
伫个做历史二十几年内底，嘛有拄到足侪，看到足侪冤枉呀。啊，伊都对遮个冤枉个写一个故事个歌，啊，即马旧年都甲遮一些歌啊，就接起来做一张专辑啊发行安尼。啊，但是伊其中有一条歌是写我个故事，所以讲伊那个就问我讲啊。这条歌，我来做MV 的男主角刚好。我讲好啊，那唔好。因为我认为讲啊，伊是要甲社会大众讲这个故事，所以我就无考虑就答应了。啊，所以就变做 MV 的艺人，就是安尼来的。你为西元环，佮变做律师的写歌，佮叫伊做内底的主角，MV 艺人。迄条歌叫啥物名？日子过了后就好。哦，日子过了后就好。伊是迄个伊的专辑的名称是《善良的派人》。对。就趣味吼，佮是律师吼。对。哦，下集专辑是《善良的派人》，还是台语的吗？台语的，台语的。哦，咱定放给大家听一下。善良的派人。善良的派人，哦，这个专辑，阿哲的歌叫做《日子过了后》，好的好。啊，你今晚日子过了好不？好。好，过来要进入我才多爱的迄个讲，不是读书哦，是中破塞，是讲无啥出塞。你也要出塞？无出塞，中破塞。你其实你讲我去学中文？因为我无去学，但是伫阿未发生这件案件之前，我伫餐厅做过。哎呀，而且。我阿伯做兵进前是咧，伫个亲戚遐咧倒卖家，所以讲，对这种灶卡的工课，还是讲餐厅的工课，是讲嘛是无清楚啦。哦，灶卡的工课，我那像当台中的一个餐厅。对哦，因为台中这间餐厅是，伫我管理看守所的时阵，因走去看守所。甲我探视，甲我接见，啊，这个期间每一个月，拢安排一天，啊，这个期间拢总有差不多三年。了后，我释放出来了，因为佫开定心审判嘛，所以讲我爱去台中开庭，所以我。因的餐厅开伫台中，按着讲阿婆，你先来餐厅斗三工，一边斗三工，一边开庭安尼，所以人家才会伫台中的餐厅，来做工课。这间餐厅吼，你名讲叫做鱼丽啦，吼。对，鱼丽，鱼丽。鱼啊鱼，吼，美丽的丽。对。吼，其实台中吼，蛮去食伊个餐厅，足趣味诶吼！是，伊个菜拢是手烙菜，手烙诶，吼啊，伊嘛无贵哦吼，伊是固定诶一个菜啦，套餐啊，伊去也甲你配菜安尼，啊，拢是在即个时间咧吼，啊，拢是当期当令吼，是啊，因这个老板吼，毋是老板娘，虽然是女性啦，吼，这先说吼，讲有侠义精神，吼，是，所以其实阿子你冇去。去餐厅安尼就是搁在拖啦哈，你家己讲爱煮菜，大部分是煮不家己食，安尼煮家己，煮家己食，员工餐啊，你是个人员工餐吗？哦，没有，煮了煮的人食，因为我伫看守所开始接手嘛，所以大部分对啦是煮素食的员工餐，那鱼的肉的。烹饪都拢别人做个呢，对。你敢会想到讲，当你为出家加进嘛，吼，三年外，你的身份会当咱讲斜杠啊，吼，就是一条线一条线啊，吼，为农民啊，画家啊，吼，吼拍 MV 啊，吼，吼无出赛中透赛啊，吼，其实他都我看到两张证照呢，吼，一个人开迄个山猫，吼，对，啊个人开怪兽。是，可以去考这个证照去讲，是，谁那用做这个代志？以前不是拢要报吗？嘛不是，这是拄好机缘啊，想到遐啊有这个机缘，然后就
去先去先去一边啊。嗯啊，无单无较袂讲啊，后悔，后悔什么？因为有年岁啊，我嘛超过五诶、年过半百啦，对啊，对吧？时间真正足紧哦，吼。是，嗯哼，你安尼过来想要做什么？我唔知呢，无得，无得先跟你讲。你要讲我家已经就无用诶，你问我过来要创什么？对啊。像讲你家己安尼为真正。真是死里逃生呐、啊，哈哈，就是解析，夹完里面逃出来。好运，对。嗯，啊，你厝的人，噶即马呢？你感觉讲，贵有虾米款的改变无？诶，心情上啊，嗯哼，心情压力上，诶、哦，总算放下一颗大石头。嗯，因为我伫咧看守的时阵，因为。因大家嘛是压力足大啊！唔知影当时要去用清洗，唔知影当时去接到这种领尸体电话呀。所以讲你密码是足惊呀。嗯嗯嗯。因咧惊呀，咱我真正是无多体会，因为我唔是因啦。对。就那因嘛无多体会我的心境咁快。嗯嗯。是讲咱有讨论讲，你厝的人从来无怀疑你。袂，因的信任。嘿，囝是伊生，这个囡仔，什么个性，伊上了解啊。嗯，对。对，但是毕竟，其实当初的网络嘛，不是很多啦，哈。是。你一开始了解，哈，就讲要申请救援呐，哈，无那些讯息还是迄个机器团体拢无造出来嘛，哈。对。好，因是安那的拍拼。我管你来得，我唔知。你冇跟你公公因安那？不啦，唔是啦，伊是开始救援是为两2020年开始嘛。哦，嗯啊，台湾因为平安协会是伫我开始救援了，才开始成立的嘛。嗯哼，哦，嗯哼啊，伫这个。救援的过程，为开始救援加判无罪嘛，在义务的孙，在团体到三江人嘛，因嘛辛苦五年过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是认为讲，因的辛苦嘛是有得到回报啊，对吧？所以，检察官伊才去发现到这个案件，才愿意提出再审的申请啊。嗯，对。因检察官提出再审，加律师提出再审，这个效果是无啥共款的。对，而且法院的认同嘛会较容易核准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？伊是律师去调整工，这本来就爱调整嘛，哈。法院的法官也改讲，这都恁律师跟你讲的啊。嗯哼，对。但是检察官就无讲，伊是体系内，对，伊是体制内底，而且伊是大部分拢是共起诉的嘛。嗯嗯嗯。啊，伊会去提出在什么时阵，这是较无共的方向嘛，所以讲法院伊会较特别去慎重去做观察，还是去做调查嘛？对。所以伊尾啊，因的认同，所以讲总是比律师提出来较容易。哎，安尼讲。嗯哼，那现场访问是郑信哲哈阿典哈典姓典，第一呢，伊台语讲好哈，伊是主人呢，他都会开讲马龙讲台语哈。第一呢。伊即马有就一个新闻哦，很多人阿个改也印象哦，那个死刑犯的印象起来是形象太鲜明了哈，为了马东救啊就认真嘞哈。那当然后来他都要有讲，其实为检察官提出来再审的意义就大了哈，好像那咧主卧过再 review 一次哈，过检查一下。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摆为检察官为死刑犯提出再审的。诶，案件，所以讲较无同款啦。嗯，我讲，不过这也表现讲，真正就玩戆。好，那为啥你讲你敬畏嘛？你讲你的畏或者敬则米，好，为啥米？因为我想咧想讲，因为伫个鱼里餐厅的时阵，阿姨咧讲，阿你家己买米，你嘛好一点米啊。我有在直咧想啊，
啊，想讲，啊，但是因为我有失去十几年无伫厝诶，真做人囝儿诶责任嘛。嗯嗯。所以讲啊，我即摆放出来，等下我有即个机会，所以讲我想要把握即个机会，啊，就等下厝诶，我尽迄个孝顺诶心，迄个责任嘛。所以讲，我就是讲，啊，无得个，因得个合作尽责嘛。啊，但是尽责即个。咱本来咧尽责，跟人讲啊，啊拄好下流讲，哎、欸，我叫郑信哲，哦、啊不如的啊我，嗯哼，加港音，嗯哼，来合作尽责，进步的进，嗯哼，哎、欸，然后郑信哲的哲，哦，对啊，不能写播尽一个这音啦哈，尽责哈，从初级的哦，关系初级的音啦哈，对啊对啊对啊。所以开始你被尽责米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啊嘛，充分享受主义为主笔啦，哈，学画画啦，哈，拍 MV 啊，哈，啊个一个自己买拉素菜，哈、欸。要食好先，啊，家己好。年过半百，哎，单身呐、啊，哈，哦哟，单身哦，未婚哦，哈。这么觉得开，我只是给讲两概念。所以你现在是跟爸爸妈妈都在做伙吗？哎、欸，对哦。哦，啊，真正很非常的尽责。哈，爱爱因的跟你讲啊，你过来爱创啥创啥。无啦，无，自由发挥。哦，自由发挥啊嘞。所以讲，我叫唔叫这只斜杠？哦，不过因为你的斜杠内底，你有节无讲到啦。其实，而且因为伊家己即个讲很恐怖的经历啦，吼，吼，安尼死里逃生，吼。你嘛是有参加，就是救援的，哦，冤狱平反的活动，大部分对吧？哦，其实你真个小姐，你嘛是社会运动工作者，干嘛嘞？哎呀，啊，你不给点讲啊？哎呀，我肯定要给你下去。你家己用，其实你是用见证者啦嘛，过来人的身份。我不是因为我去，我大部分拢是去参加迄个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应救援的诶对象。那我咧开庭的时阵，因为毕竟咱是过来人啦，嗯，对啊，啊，当事人比较冤枉的人，你一去看就讲，咱出现，加减会安大因的心，对，只个无讲有成功的案例，嗯徛伫遐互伊看，嗯，互伊较安心的，包括讲，有当时啊，咱救援的对象，伊目前啊，搁关伫监狱啊，啊，所以讲，有迄个安心的。迄个艺术的咧，安尼吼，对对对，所以边啊，是过冤枉人，就知影讲是冤枉人来靠。伊看到咱这种人出来的时阵，加减有较安心。你想讲你都撑过了，对啊。啊，有当时我买去干做探视啊，去干嘛去看啥呀？我听你安尼讲，冤枉的 case 敢真正遮济？哎，直接歹讲啊，因为我伫讲别人，不如讲讲家己。咱都冤枉啊！啊，你相信？你敢会相信讲来这即马无冤枉？哦，当然。不过，若讲伊即马，因为咱来看，就是所谓科学办案嘛，吼，咩 DNA 啦，吼，啥物？有当时啊，减少。有当时啊，科学嘛是有盲点啊。哦，嗯，讲 DNA， 嗯哼，哇，嗯，陈龙奇案不是足明显的嘛？嗯，不排除判决书来对伊嘛是科学办案啊，伊都是去验 DNA 啊。嗯，但是伊这迄个技术无够进步到遐个时阵，嗯，对吧？啊，伊都，嗯，都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其实拄着冤枉的时阵，就是足冤枉的哈。对，好，无法度用迄个仪器形容。嗯，对。不过你有讲到一个盲点哦，我人若是冤枉，我已经互你抓去看守所，哈。我变那个证明讲我无问题，是法律一旦帮忙我证明我无问题，我的清白，还是哎我自己证明我的清白？有阵时啊，讲较粗俗的想，啊都看运气啊。安尼哦，嗯，听看运气，听起来就无法治的感觉诶。哎，无奈啊。竟然为法律讲到有命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会刚刚这是一个完结讲所谓的人权立国嘛哈，然后我有问题，你嘛爱证明我有问题，这样搞我关起来啊。不过看起来是我爱去举证我无问题，其实这相对国家的力量啊，个人的力量，个人其实就渺小的哦。无唔对，但是你嘛是爱有
爱有管道，你才有法度去进行啊。嗯哼，你无了解讲哦，有这个台湾音乐平衡协会会当帮忙救援的时阵、嗯，你就是找无路啊。嗯哼，对吧？对，你就是永远在用运动。嗯哼，哎呀、啊，只介无意思是一个希望。嗯哼，不做这行运动的人，真正就无力感哈。所以讲，莫怪伊讲伊，啊，你当阵迄个无力感，你拢安那排遣，干那味道吗？味道对，那干那笑诶，欧白话。啊喏，第一运动的时间。哦，啊，无你伫下班内底袂使学白话，我就干那伫咧运动时，伫咧运动厅我就呼较大声，啊，我遐酷有啊，袂算啊，用这个用世界吐出去种感，嗯哼，对，干那学白话都已经排解嘛，这是一种方式啦。哦，袂算啊，讲有人唱歌，我唱甲足大声，嗯嗯，也抒发伊个，也有足感，迄个感，迄个艺术感款啊。嗯嗯，啊我关伫四十间啊，一个房间内底啊，关二十小时啊，好不容易，打出迄个房间的时阵，嗯，对吧？啊有看到天，嗯的时阵，伫运动厅会当看到天嘛，嗯，啊就这个机会的，嗯，都加。加这无爽快有无？对哦，我就伫心肝内底，连大声呢透出去，一种感觉。其实我想要一个时间请教，你有人讲啊，你即个吼还唔对的人吼，你就是用假公用公啊，等到政府要甲你关起来，负责你的24点钟吼，咁是安尼？你讲24点钟，就是讲你所有的消费拢是公司，拢是政府来买单啊呢？嘛唔是全部啦，因为毕竟讲咱食饭，碗底下爱用洗碗巾洗，是辛苦爱戴口，哦沐浴露，我洗衫爱洗衫粉，哦阿扁瘦，哦咱爱用星座啊，对，这拢爱家己买啊，哦这是家己出的，对，唔是公费哦，唔是，这是。生活的消磨品，哦，起高起面面筋，这拢爱家己负担。哦，所以包括你阿公来衫裤，这嘛是拢爱家己负担。哦，对，所以是三等的对啦。是，嗯，安尼无钱咩？无钱，嗯，啊，无钱就爱靠其他的同学斗相共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哎，哦，靠同学，你有打工的机会的对吧？哎，嘛唔算打工啊，有钱的做钱，无钱的都要出来。好，安尼哦。哦，所以讲这个预防是处理三等基本啊，你俩。是。哦，其实这你家己对这14年，我要15年的冤狱啊，哈，你的心情会用短短一句话安尼讲。梦幻。梦幻啊。能够活着。到现在，这是一种梦幻、哦、因为在当下的时候是无奈，嗯哼，对，啊，现在结果是把过去当作是一种梦幻，嗯哼，对，梦幻、哦、好，感谢曾信哲接受我们的访问，好，啊，你的信哲名我要打败，来就要讲过一下，我也不想讲，因为直接私讯嘛，写晒哦，所以我会当网路搜寻嘛，对不？哈，尽责的尽责任，不过是这个进取的进呐，是不是？进步的进，哈，进步的进，哈，正信哲哲，哈，尽责米，好，加网络已经吹起来，好，有晒日头的哦，哈，日晒米，哈，日晒米哦，家己是足久无晒日头的，所以讲出来也米拢爱晒日头的，日晒米，好，多谢，谢谢王蒙，谢谢，多谢，好，我们马上回来。